遇到外挂怎么办？伙伴们，就是遇到黑科技，教你们怎么对付外挂。伙伴们，你们遇到最厉害的外挂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我遇到最牛的外挂，他把怒海狙击的地图都给变消失了。你们看，我们全部人掉在了海里面，怒海狙击的地图全部消失不见了。这是我遇到过最厉害的外挂。伙伴们，把你遇到过的外挂打在评论区好吗？谢谢。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你们还记得吗？今天我教给大家的就是举报臭外挂的方法。伙伴们呀，如果你在游戏中遇到了外挂，点一下我们的好友，因为他和你在一起玩游戏了，所以我们找一下最近玩伴。伙伴们，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和我们在一起玩游戏的名字。首先你要知道那个人的名字，伙伴们，知道他的名字，我们点一下他的头像，看一下他的主页。伙伴们，在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，你们看到了吧？是红色的，我们点一下。哈哈哈，外挂你跑不掉了吧。例如他开了外挂，伙伴们点一下确定就可以了。我这是试验，这个伙伴没开外挂哈，你们学会了吧？是不是很简单？这样就可以对付臭外挂了，对付黑科技的方法。评论转发告诉更多的人，谢谢。